植绒吸塑是一种采用特殊材料的吸塑托盘，将普通的塑料硬片表面吸塑产品主要以优质的 PVC、 PET、 PP、 PS、 GAG 植绒等各种塑胶材料生产高档次及各种规格的包装托盘。吸塑泡罩是采用吸塑工艺，将透明的塑料硬片制成特定凸起形状的透明塑料，罩于产品表面，起到保护和美化产品的作用。